到海内，我阿兄若是回来，我会尽心尽力，甲伊画些不是，让我阿嫂，我嘛足烦恼的。不过无能放，当然啦。我听阮阿兄伫咧讲，讲我未来大家要离开阮李家，是怒气冲冲。我惊阿兄若阁过到，要来讲真情，毋知我未来大家会阁刁难阿爸因下先。你阿兄个性非常了解，为着你这个小妹，咱当初我会甲伊讲过，安怎无爱忍耐，头咧咧嘛爱叫面子咧，所以伊过到甲你讲真情，是恁阿兄唔听，但看出门。咱早过早去讲真正，对方的人又感觉我哪有自信，有这个自信去讲真，伊会早会才对啊。阿嫂，你社会叫做个臭蛋，所以啊，慢慢代志拢知影。有阮阿嫂讲这个话，甲我安慰，我心嘛较安定咯。我有伊哦，他讲过我嘛就爱怎怎我行。放心啦，以后你若去过门哦，我绝对会看我好。念，我只要讲我上天拜地。会当行哦，会当照顾你死啊，吃米拜地啊！你来讲安尼哦，不然就死嘞！好啦，那个阿娘回来嘞！哎呀，阿娘，阿娘也回来啦！哎呀，啊，金苗，阿娘回来呀！金苗啊，你做做哪哟？你吃都是安啥？拜哟！拜嘛！吃米拜地，你看，阿弟呀，你阿娘讲，心里已经答应了，对哦，阿弟只有同意呀。阿娘，我未来大家。是谁已经答应啊？伊告我讲，暂时放袂叫你来传的。阿兄，我当准备过冬啊吼。是你准备，你准备。我来去准备啊。准备，准备。阿嫂，快帮我做家务哦。来，准备过冬啦。怎么样啊？你蛮奇怪。你既然真诚答应，就唔过你的利用，不然你那个照用，又好可以。不用，难了。安怎讲？娘，我袂输，咱今日要娶我，上天真的我搁再走起来，我来爱人十八十八，哎呀，我听不见了啦。
的，我不在这。